但是你得先把这个先固定住，这么一靠在这行就行。红光就是光，对，就是激光所打的。 因为氮气，因为这个气流放出来会黑，一擦就掉这个气。先点上两个点，然后再点后边一个，然后正常拉。要拉行吗？对，把那个光打在那个缝隙处。对，那个缝隙处哈。对。开点充电哈，那个那时候这是高温。快的。 别松开，光别松开，一松开就开那水。好，可以。转了。你得看，是不是坚固不坚固？对对。焊的坚固不坚固哈？墙子怎么样？ 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个。上不来。它很坚固。很坚固。